我是六年人班十六号杨晨燕，今天我要演出的题目是一本值得推荐的书，一本值得推荐的书。《三国演义》是我最想推荐的一本书，它的编者是著名小说家董冠中。这本书章节编排扣人心弦，让人等不厌阅读下去。人物个性鲜明，全书充满智慧与趣味。书里头还有许多忠孝仁义的好榜样，这不单单影响了我的思维，其中还有能让后世学习的典范。天下看之下，奸雄滔滔未有天下，但是受到万人颂扬的是刘备的德，关羽的义勇，孔明的忠诚与智慧。《三国演义》这本书主要是在说明东汉末年动荡不堪的三国历史，并且刻画出三国英豪的恩怨情仇。现在烂章都要从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开始，斩黄巾贼，灭董卓，关羽强过五关斩六将，建立走单骑，刘豫州三访隆中诸葛亮，周公瑾火烧好兵赤壁下，魏蜀吴三国鼎立，二哥大意失荆州，刘璋决意为兄弟复仇，北伐受挫，诸葛孔明鞠躬尽瘁，兵死沙场，最后司马家统一三国天下回晋，大江东去浪淘尽，人生如梦，一尊还泪皎月。这本赤壁赋，这个赤壁赋是在说，即使操之一生争夺天下，即便大权握在